卡萨迪曼森，好美的。来啊，不是不可以打一级的团，来啊，来啊，直接给控把他秒了。这边凭啥这么凶啊？我们这边打团不比他们弱啊。是吧？直接拿两个头，凭啥入侵我野区啊？我们这边一级团点控爆发都有，而且南山来团有一点比较好，他刷野无伤的，不需要回家补状态。像别的英雄的话就估计就得回家补状态了，我就不需要了。这下子蓝开的，我感觉他会慢一点，我在想我要不要反他，算了，我再训练不发，而且我没闪。等他把这个兵线推进去了，这线是可以抓上的，但是这个线太多了。等一下，刚好我到上他线进去了，然后他要过来做眼，我就把他呆到了。瞎子不来他就死了。你看他要过来做眼，他这波被我打了，应该要回家了。还不回，下次应该再上。我抓中去。有闪怎么被单吃呢？这卡拉丁。下路直接打起来，这蟹先不打，我们去支援一下，给这个下路在上半区蹲，我都直接走了，他个奥恩，麻烦死了。说成也迅捷不乏，败也迅捷不乏，总之没死，少一点伤害，但是因为多一点迅捷不乏的回血跟移速，导致这波我没死。不知道我要过了。
好了，他妈打了，我赶紧用，一流一下。完了，哎呀，我操！给他回血。我主要我就差点钱出一双鞋子。他都要追击，女塔没血了，我可以来包一下。而且我这波战士刀，直接闪现加速过来点了。他去上班去，我们也去。这时候沦陷不刷了，待会刷一圈的话可以控先锋。哎，他才四级，这个等级有点问题啊。杀死人了，跟他扫完没照他飞中路去了，先锋刷了再控。中路没人吃线，我们去补一下。线不吃这种什么意思，玩归玩闹归闹，我们只补线不脏线。这灵光披风这样挺适合男枪。加迅捷步伐，挂个红尘一直追人点。打定二闪想秒他，大家在旁边。直接吃个一血塔吧，
你好像可以再猜一个了，我有 Q 二。潘森家男枪爆发组合很高的，主要这个瞎子发育太差了，我看他一直在游爷爷也没怎么刷到，十分钟六级，你这咋玩？下路都要七级。要杀的话得快一点，后面有人要来。耳朵我不想上了。没忍住应该直接走的，他给我标个信号我就上了。谁来把暴风大剑嘛，抽个幽梦转暴击好了。哎，这下两个不走有机会，可以收，可以收。来来来，没事，他来，来不及了。实在是。刚才不要跟我站一起，不然我要吃到他的 R 了。多补点攻击力，这迅雷不防还能多回血。啊，是的。厉害。没有小兵拆塔太慢了，而且他还是有镀层的情况下，打他基本不掉血。这蛮横在上半区，赶紧把龙收了。塔不是会加抗性，塔是会减伤的。没有人，没有兵的情况下，我可没有话。这个吧，1400，
十级卡拉丁，一级二，可以把他追到死。怎么一级二飞这么快啊？我记得他一级二 CD 很久的。过来再追一下他就死，我 QA 他就没了。还有二招，我的无尽的前友，感觉我不太适合走暴击，还是玩不太习惯。把他拉里边来，来二闪，再过来。
迅捷破啊，这套天赋配灵光披风还是可以的，追人会比较方便一点。走暴击这个 Q 闪 2A 这套连招性价比有点低，技能伤害没那么高，威能伤害才痛。